管理师优质果园，他是将评鉴冠军洪文贤，洪先生，恭喜恭喜！恭喜我们厂长来颁奖，这位优秀的农友洪文贤洪大哥，隶属于我们台东地区农会，是大赢家。恭喜你！那请委员跟我们的冠军伙伴，还有所有刚刚一起得奖的，还有我们厂长。恭喜我们冠军得主洪文贤洪大哥。请所有的得奖伙伴一起上来好不好？跟我们的评审委员还有我们的厂长一起合照好吗？谢谢，请移到我们的讲台这边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洪文贤。那我七年前开始回台东种植世家，然后现在大家比较注重食安问题。那像这个世家这个水果，我们也是用吉恩谷的规章来操作，就是安全用药，然后让大家能够更安心的使用到我们这个世家这个产品。好，谢谢。